你们在剧里是好兄弟，戏外还要救他吗？想唱吗？想。别了吧，别了吧，大家今天就是快快乐乐的一天。这样，那我们再留一会儿，一会儿每人一两句。好失望哦，长恨仙君。每人一会儿一两句哦。下面还有一个小游戏，这个游戏呢，请各位来，我们往那边去，大家离我远一点。我们几位呢，走下台，还是男生女生队啊？两位队长可以站中间，好吧？我们两位队长，来，听我口令啊。这个游戏是这样的，我们会来读一些描述咱们剧中人物的词儿，比如说青面獠牙，头上长虱子，那你猜到是谁了，你就会去敲锣答出来他是谁。对，那这个不会出现啊，好吧？好，然后答错的人就失去了答题权，这一道题就得交给别人答。好。